耶和华啊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倚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让我们用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
能使你爱隔绝，你的爱比山还高，比海还要更深，没有任何人能使你爱隔绝，你的爱无法测度，充足成就一切。十字架的爱永远不会更改，为我牺牲擦去我眼泪，十字架恩典使我成为圣洁，使你爱隔绝，你的爱无法测度，充足成就一切，十字架的爱永远不会更改，擦去我眼泪，十字架恩典使我成为圣洁，为我生命成我最好的朋友，你的爱陪伴着我，直到我见你面，你的爱陪伴着我，直到我见你，陪伴着我，直到我见你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求你怜悯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更求你帮助我们存敬畏顺服你的心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请陈养圣牧师为我们证道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
真正欢喜，会通阁甲各位见面。虽然袂通正式本身伫这礼拜堂见面，总是咱通用着这个网络啊，咱有缘会通听到上帝的话，会通得到上帝的鼓励甲安慰。啊，我望各位伫上帝保守下面平安啊，健康。伫未读圣经讲道理以前，咱做一个简短的祈祷，求上帝帮助讲道理的人，啊，求上帝啊帮助咱每一位。哦，亲爱的天父，阮聚集伫这个所在，有一个真正重要的目的，阮爱要见到你的面，听到你的声音。求你照着圣经对阮讲话，帮助讲道理的人。求你可怜怜悯伊的软弱，甲伊的愚妄，用伊来成做你的发言人。啊，恳求你帮助听道理的人，用圣灵伫阮的会中，伫阮的心中做迄个讲道的，做迄个感动的工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。阿们。我要读两所在的圣经，一所在是伫约翰，啊，佮第二个所在是伫马太。啊，咱先来看这约翰福音十一章对十一到甲第十六节。约翰十一章对十一到甲第十六节。耶稣讲了这个话，随后对的学生讲：“咱的朋友叶撒路困了，我去叫醒伊。”学生讲：“主啊，伊若困了就得较好了。”耶稣讲这个话是指着伊死讲的，因。却抓住是照常困了。耶稣就明明地跟他们说，叶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他那里就欢喜，这个是为着你们的缘故，能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能去他那里，多马又称作底数马，就对那个当作学生的说，咱也去，甲伊相隔死了。第二所在圣经是伫马太福音26:47-50节。马太福音26:47-50节，讲话的中间，那十二学生里面的犹大来了，并且有真多人带着刀棒。对这市场甲民间的长老下来，甲伊相合来。迄、那个卖耶稣的，互因一个暗号讲：我甲一嘴金嘴，一嘴就是伊，恁可以掠着伊。犹大即时到耶稣的面前，讲：请掠彼安，就甲伊金嘴。耶稣对伊讲：“朋友，你来要做代志就做了。”对安尼，遐人就前提手下手抓耶稣。这是朋友啊，世间的朋友。有两个人，
因彼此的中间有相当的了解，也有相当的交情。啊，若有的时阵，因会相甲讲；啊，若有困难的时阵，因会互相帮衬。啊，所以朋友啊，是一个真正温暖、真正烧炉的名词。但是这个名词，有时阵互人误用，啊，真侪所叫做朋友的，未必真实是这款的人。啊，咱称因做朋友，总是心内吼，感觉这个人甲咱无什么关系，甚至伫咱的心内，咱将伊看作对敌。圣经有几啊摆吼，主耶稣称呼一挂人做朋友。啊，我对中间经三个所在，主耶稣称人做朋友。头一个所在甲弥撒路有关系哦。啊，约翰福音吼单独记载这项代志。啊，这个是约翰十一章十一节。啊，这是主耶稣讲的，咱的朋友弥撒路困了，我去叫醒。咱的朋友弥撒路困了，我去叫醒。啊，咱知影讲，迄个时阵哦，弥撒路唔但啊病重哦，落尾甚至离开世间，因为主耶稣延完来到啊这伯大尼迄个所在，延完了四日。但是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阵哦，弥撒路伊称伊做朋友，爱甲只学生讲，咱的朋友困咯。啊，当然咯，迄个时阵唔是困咯，迄个时阵啊，弥撒路所以已经死了，因为主耶稣的言完。但是伫主耶稣看吼，伊是困，唔是死。啊，所以伊讲，咱的朋友弥撒路困了，啊，我去叫醒伊。主耶稣确实真正疼这个家庭，这个家庭有两个姊妹，啊有这个小弟，啊主要说疼这个家庭，在这个家庭的中间，伊常常来探访，啊伊也常常受到这个家庭的招待，啊所以当这个家庭啊遇到问题时，伊的小弟破病伤重，因赶紧找人来给主耶稣讲。讲你所听的人，你所听的人破病了，意思是讲你得赶紧来。啊，这个是主要说，诶，这个友谊的表现。主要说听到了虽然你言完了，总是以最后来到甲因的家庭，啊，因的家庭是伫伯大尼。啊！伊到地的时阵啊，看见众人这款的绝望，这款的忧伤，啊，主耶稣用话来安慰，用话来鼓励，用话来让因得到希望。啊，咱更加知影一项地址，主耶稣看到众人迄款伤心的时阵，主耶稣流目屎，主耶稣甲因三甲流目屎。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这款游戏里面的一挂因素，啊是一挂兴奋、纯真、诚恳、关爱、无私、同情、体贴，啊，这个家庭啊，非常的珍惜这一份的游戏。因也知影，因这个家庭在主耶稣心中确实占着真正重要的位置，啊，主耶稣真实将因看作朋友，主耶稣真实疼因，啊，所以吼，约翰十一章记载主耶稣和这个弥撒路个话，啊，约翰十二章即时记载一项代志，有人请主耶稣食饭，马太底下伺候，玛利亚底下献伊个香膏，啊，弥撒路底下陪客。
这意思是讲，因珍惜这位友谊，啊，因搁再一摆经验着这友谊的时阵啊，因即时感激，啊，因即时想办法来表示因的感恩。这是头一摆哦，主要说叫人做友谊，讲是伊的朋友伸出伊友谊的手，啊，这个哦是聂萨罗是伊的朋友。第二个所在，主要说叫一挂人做朋友。啊，其实哦，主要说有两摆，请这个人做朋友，头一摆较无个遐正式，啊，第二摆较正式。啊，我咧讲，这个第二组的人是啥物人？主要说学生，主要说十二个学生。啊，这个是头一摆哦，主要说讲到。因做朋友，哎，罗家十二章第四节，伊讲我的朋友，我对恁讲，迄、那个太身躯未太灵魂的，唔免惊的。啊，罗家特别记载这个称呼，啊，主要说称呼也先讲我的朋友，啊，是我的朋友啊。马太在记载这项代志的时阵，阿马太十章二十六到三十节，伊是客伫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阵，啊，差派这十二个学生，啊，伫迄个时阵，主耶稣甲这个学生讲，伊讲，恁要跟我，恁要甲我三个出去布道啊！这不是一条舒服的路，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啊！你呢面对着试探，面对着逼迫，但是主要说啊，甲因讲，你免惊。为什么免惊呢？因这个人可能伤害着，但是因伤害着你，就伤害着恁的身体，未通伤害着恁的灵魂。啊，恁也着惊，是迄个会通将恁的伤害着恁的灵魂的人。啊，所以主要说，伫这个时阵哦，安慰，这个时阵鼓励，啊，主要说爱去讲一挂话，互因放心，互因安心。主要说甲因讲，恁比七鸟啊较贵重，啊，上帝若纪念七鸟，上帝得较纪念恁。主要说我甲因讲啊，恁的头文规矩啊，我想恁着家己唔知影，总是上帝计算恁。的头门，啊，所以主要说用这的话哦，来安慰鼓励的学生。啊，在这时阵哦，伊请这学生讲朋友啊，免惊，因为这的人不过会伤害恁的身体，会伤害恁的灵魂。这个称呼，这个友谊的称呼，表示主要说去爱惜对方。为着对方的身体，为着对方的灵魂来着急、来焦虑，啊，希望对方会当平安，对方会当安全，啊，希望对方会当放心、会当安心。但是主要说，搁有一摆哦，称呼这个学生做朋友，啊，一摆是搁较正式。啊，这个呢是记载伫约翰第十五章第十五节。以后我无再请恁做奴仆，因为奴仆唔知影主人所做嘅代志。我是请恁做朋友，因为我对父所听见，已经隆重甲恁讲了。啊，咱大概会知影讲，这是什么时阵啊？这是主要说要跟这些学生告别的时阵，啊，这些话记载在约翰十三、十四章。啊嘿，十三章第一节，伊讲耶稣听世间俗家的人就听因到底。啊，咱来知影耶稣去下昏做什么代志，为着这些学生洗脚。十二个学生隆重给因洗脚。啊，收完餐了后，
也阁做一项代志，给伊一个新的命令，讲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啊！恁着彼此相听，亲像我怎样请恁，恁也着彼此相听。啊，咱也知影伫这段圣经的内面哦，主要说用迄个葡萄树做譬如，爱讲你亲像个葡萄枝，啊，迄葡萄枝若要结果子哦，的确着甲葡萄树树身相结连。啊，恁也着甲上帝，恁也甲我相甲结连，恁才会当做一个有结果子的门徒。所以伫这个时阵哦，主要说我甲因讲啊。我要改变对恁的看法甲称呼啦。恁唔单是我的老婆，恁还阁是我的朋友。啊，我无要再称恁做老婆，我要称恁做朋友。那朋友有啥物特性呢？朋友有牺牲，人为朋友舍命，最后所讲，无一款的情比这阁较大。朋友中间的确就有疼，人的疼心无比这搁较大个咯。朋友的中间有一款的服从，唔是讲咱的确就服从咱的朋友，总是因为你疼一个人啊，你欢喜，互这个人欢喜，啊，你这个人若有啥物期待，若有啥物表达啥物心愿，你真正自然爱要对方面去做啊，所以。在这个友谊的中间，也有期待，也有服侍，啊，在这个友谊的中间，阁有一项物件，平等。主人甲萝卜，刚才咱来讲一个关，一个低。啊，这个学生对迄个时阵以后，幼儿是主要所有萝卜，我想这个关系袂通改变。但是，除去这主仆关系以外，主要说爱要因知影这项代志啊，我非常的尊重你，非常的看重你，啊，你是我的心中啊，唔是就萝卜了尔，恁啊个是我的朋友，啊，伫朋友中间的确有一款的坦诚，咱讲什么话是对咱心来讲坦白诚恳，唔是就在讲好听的尔。啊、所以主要说，伫迄样甲这学生讲，我对白所听见，已经隆重甲恁讲，无保留什么秘密。啊，我若听着天白讲什么，我就将这天白话对恁来传达。啊，主要说确实安尼做到，迄样做到。啊，事实上过去这三年半久，带领这学生，主要说也是拢总用这款的态度，为着因牺牲，请因，爱要讨因的欢喜，尊重因，啊，而主要说友谊是持久的，永无。停止！啊，真可惜哦，这学生敢那真样，未晓珍惜这份友谊。啊，主要说应该讲啊清楚，就是讲我看你是朋友。啊，像这学生有听到，敢那真就无听到。啊，咱拢总知影，迄个拜师宴以后，主要说收了，这学生走的走，避的避。啊、有人出卖主耶稣，犹大；有人唔认主耶稣，一拜过一拜，是彼得。主耶稣跟伊讲：“你是我看你是朋友，啊，总是这些人是就无将主耶稣当作朋友。啊，这也是主耶稣过话了哦，无即时上天的原因，伊搁再留伫地上四十日。”啊！在这四十日的中间，最后所做什么代志呢？几啊拜对人显现，无一拜是对关无信的人，拢总是对信徒。啊，中间几啊拜啊，是对这十二个学生，啊是十二个学生，因为犹大啊自杀，结束伊的性命。最后所未放心，啊，伊当然啊要赶紧要去
到到伊天父迄个所在，伊是对迄个所在来。啊，总是啊想到这学生，啊，伊想讲这学生啊，佫欠人鼓励，佫欠人安慰。啊，所以最后做一摆，佮再一摆，伫国外了，对这学生来显现。啊，最后这个友谊有建好，有了。啊，咱知影，到到五旬岁了后，啊，教会开始，啊，这学生正做这教会内面一节调教，啊，然后伊去普遍的去传福音，差不多全体啊，犹太都话啊，约翰现在是一个话较长岁数啦，九十个哦，拢总为着传福音，为着主耶稣帮赎性命。这是这友谊建好的表现。好，我要讲第三个了吼。头一个是别说咯，主要做成为做朋友。第二是做学生，啊，两摆成只学生做朋友，一摆较无正式，啊，一摆是正式宣布，讲我无要再成为做萝卜，恁是我的朋友。第三摆。犹太，啊，这现在真奇怪。什么时阵主耶稣请犹太做朋友呢？马太哦，单独记载这个称呼，甲这一句话。马太福音26:50。耶稣对伊讲，这个伊就是犹大朋友，你所要做的代志就去做了。但迄是什么时阵？迄就是迄个拜师宴，主耶稣甲这学生修完餐了，伊去克西马尼去祈祷。祈祷了后，要面对这要掠伊的人，啊，犹大带人来，带遐文书长老，甲因的罗卜，带一阵的兵丁，要来掠主耶稣，啊，伊好一个暗号，因为这个人哦，欠债无真清楚，倒一个是主耶稣，啊，伊一个暗号。伊讲我甲什么人争嘴哦？迄人就是恁要掠的人，恁要掠。啊，就是伫迄个时阵哦，主要说，搁再一摆请犹大做朋友。啊，伫迄个十二个学生本来一队12人，主要说已经做朋友。这个时阵哦，单独。在那个情形的下面，看到犹大要来抓的，犹大要跟他争嘴了。主耶稣说，朋友，你要做，你去做。在那款情形下面，我想你跟我，我们没再请你做朋友了。总是真奇怪。真出人意外，最后说在迄个时阵，佮再一摆用这朋友的称呼，啊，佮毋是称呼别人，称呼将会出卖的人，称呼要将会害死的人。这是最后所讲犹大的友谊。啊，迄个样安尼哦，过去只三年半久啊安尼。啊，咱拢知影，犹大唔单啊是十二个门徒中间的一个，伊是苏国伊在管钱的，主要说信任，啊，予伊有这个进步，真做因的苏国。啊，迄个用在洗脚的时阵，伊嘛甲犹大洗脚。啊，迄阵伫咧食的时阵，伫咧擘饼的时阵，
即学生真爱知影是到底是啥物人要卖因的先生，伊可以公开呛名，啊，总是无。最后所用迄个分饼的方式，目的是要让犹大知影，啊，即别人阁唔知影，唔忙伊及时会反悔。啊，这也是为什么讲，伫迄、那个犹大找人带人要来抓主耶稣的时阵啊，主耶稣搁再一摆讲，朋友，你所做的，你去做。当然，主耶稣其实唔是要讲你全安尼去做。主耶稣讲这个意思，称呼这个朋友，我想是主耶稣搁再。要给犹大一个机会，讲你虽然看我做对敌，你虽然出卖你的先生啊，总是伫我的心目中，你永远是朋友啊，我永远疼你，我永远关心你，我永远纪念你啊。啊，我想最后说，心内有一个期待，犹大啊，最后一分钟。你倒转。唔通做你想要做的代志。这是主要说，和犹大犹疑，啊，这也是主要说和世间人的犹疑。啊，这犹疑甲世间的犹疑真正无相款。世间的犹疑是脆弱的。是虚假，是善变的，是假冒的，是表演的，是短暂的。啊，总是主要所谓犹豫，是主动，是主动，是无私，是持久。啊，当世间人变心的时阵，主要做教员唔肯放手。啊，真正可惜吼，犹大未晓珍惜这最后个一摆机会，犹大未晓珍惜这个友谊。啊，犹大将最后所这友谊个浪费。啊，咱知影，伊自暴自弃啊，啊，落尾伊良心家己责备，啊，伊就吊死。来结束伊的一生。三款的人，主要说请做朋友，亚撒罗，一种普通的人，无趣嘴的人，十二个学生，中间嘛真侪是托伊人出身的人。犹大，主要说请人做朋友，真正的朋友是真正稀罕。咱特别捌听到一句话：世间无永久的朋友，也无永久的对敌，只有永久的利益。讲到一句的时阵，我想咱真侪感触，啊，咱感觉世间真实是一块，大家人就讲利益、利益的尔，啊，出现是讲朋友，啊，但是世间无一款真正的朋友，也无一款永久的朋友，啊，无永久的对敌。今仔日我若欠用你的时阵啊，你是对敌，我甲你叫朋友。啊，总是你今仔虽然是我的朋友啊，我若无需要的时阵，我将你放手看做对敌。大家人拢总对利益这方面去想，啊，这是为什么咱需要主耶稣的原因？主耶稣无需要咱的利益，大项物件拢总是属于伊。当中是以创造，
伊无欠免咱予伊什么物件，就一项，伊阿袂咱做伊的朋友，最后说伸出伊迄个友谊的手，对顶拄仔食迄三个人，今仔日对你，今仔日对我，咱要怎反应？我想。咱若将咱手伸了，甲伊手相牵，啊，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多谢你，多谢你的友谊，啊，我要看你做我第一好的朋友。困难，我要甲你讲；有疑问，我要对你心查问；啊，有快乐，我要甲你相交分享。啊！我要讨你的欢喜，我要跟你相佮行，相佮为着天父做见证。但祈祷好啊，亲爱的天父，多谢你这圣经的话，啊，多谢主耶稣对世间人伸出伊迄友谊的手。阮也是真普通的人，阮也是。真正不可靠的人，啊，总是你这款的听，啊，并且你的友谊是永远无停止。我今仔早起过一摆对你献身，啊，阮伸出阮的手，甲你的手相牵，主啊，求你开门，啊，互阮真心做你的朋友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，阿门。谢谢陈牧师，愿神纪念他所做的功。我们来唱回应诗歌，感谢回应诗歌之后，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。
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但愿圣父上帝疼痛，圣子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圣神的感动，甲恁同在，对答直到永远，阿门。